玲玲，我是十二号，大家好，我是玲玲，我是李一。那我们今天要来开箱咯，就这样。哎呀，吓我了。好，爸爸今天新买的，你放屁。对，箱子呀。对，箱子放屁。好，爸爸好厉害哦。哇，手机壳，你需要手机壳。我要给这个，你给画面看，妹妹，不能这样。手机壳很好拆，对不对？给我西瓜剪刀。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还没被？需要帮忙吗？不要，那有口子吗？这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这个是爸爸买的手，这个是新手机 Nokia 8.1。咦，好难拆哦！好，哇！妹妹，你倒立要来了，对不对？倒立哦，好。好了，过去倒立。好难撕哦。这就是颜色。没办法，黑色，还是蓝色？深蓝色吧。深蓝色，对。猜对了，深蓝色。有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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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效。哎呀！这里面有一个叭叭叭的东西，我们先把那个东西救出来。要把这个东西救出来吗？这个哦，这个是针，不用。不要拿，爸爸这针太多了，爸爸去找一下就好了。给你看，哇，手机壳哎，这里面有个不知道的呱呱呱东西，现在把它打开。充电了吧？哇，我要拿我的手机出来了。充电线，充电线，看就知道里面有什么。充电线，充电插，蛮不错的吧？很多充电。我得充一点，充一点。爸爸，嗯，蛮不错的吧？白色的，对啊，要把这个白色的萤幕把它拿下来。嗯。哇！爸爸的手机可以用吗？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！这个时候钻进去，手机壳。对啊，那我要先把它拆起来。手。我小手可以吗，妈妈？小妹妹，你不要再摔了，这个已经破掉了。对啊，这过年是来，爸爸，爸爸看这过年破掉，这个不同样大小，不同大小，这比较小。来，我给相机看一下。过年时候呢，在楼梯上差点摔倒，然后就破成这样了，用胶带贴起来的。妹妹，等等。你看，这是手机壳，不离的手机壳。快点，我想要装。这个是传输线，不要充电线，手机。你是因为怎样？你不要用抢的哦。有有有。吓人了。哇。这一支 PC 用买的，9990。不要跟妈妈讲，爸爸要买新手机的哦，不是因为摔破才买的哦。为什么？啊？自己已经摔破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摔破了，一定是摔破才买的。开始设定来。家不要走开，哎！自由发挥了。六十代，大家好，我是六十代。哎，这个好有趣。Oh my god！找不到信卡啊！在，哦，出来了。我要洗手机壳给我了。你看，我看。妹妹，这边桌子先收好。你不要，我要洗手机壳。来，登录你的 Google 账户。这是。哇。哎，不能看，不能看。没关系，爸爸可以卡掉。爸爸会打马赛克，没关系。你看，这是旧的。
手机壳，就看到了吗？对，盒子啊。OK， 或者就是新的手机壳，酷吧？不过他们两个合在一起，我来看是不是一样吧？啊，我的。啊？哇，我的地图。指纹解锁。这是刚刚。你要在这里先用爸爸的。然后呢，就拿不下来，然后只能这样又说的。那是，他拿下来，哭吧。这是昨天的底下，我们会。哦，设定屏幕锁定。哦，设定屏幕吧。啊，它就是那个。自拍，自拍也很广哎，有没有？我这还没有调16:9，哎，自拍哦，有没有也很广？自拍，哎，妹妹也进得来，有啊，这自拍够广的啊，拍照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真的很赞的。OK Google， 我要听谜语。一只狼去北极，不小心掉进海里，起来后叫什么？槟榔。一个笑话。准备好你最暖的大衣，冷笑话要带我们去合欢山赏雪裸。妈妈，你也拿。哥哥，来给你大衣，大衣，谢谢大衣。为什么刚煮滚的汤最寂寞？因为他说咕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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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冷了，听不懂啊。咕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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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。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上小铃铛，那我们下次见。